一鸣哥哥，你陪我去逛街吧。我还没有下班呢。陈总啊，江总说了，从现在起，给你放假。什么？这个，陈总，来，这个钱包拿好了啊，放假了，撤。喂，你们，一鸣哥哥，快出来！这个门坏了，他可能需要维修，我也出不去啊。一鸣哥哥，走吧。陈总辛苦了，陈总保重吧。陈总受累了，陈总行吗？